第六课，怎么突然找不到了？Lesson 6. Why are they suddenly missing? 课文一，在客厅。Text 1. In the living room. 我的眼镜呢？怎么突然找不到了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呢。我离不开眼镜，没有眼镜，我一个字也看不清楚。你去房间找找，是不是刚才放在桌子上了？我怎么看得到啊？你快过来帮忙啊。好吧，我帮你去找找。生词。New words. 眼镜。突然。离开。清楚，刚才，帮忙。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Text 2, on the phone. 今天的作业你做完了吗？刚做完，你呢？今天这些题特别难，我看不懂，不会做，你能帮我吗？电话里讲不明白。你来我家吧，我给你讲讲。好啊，我锻炼完了就过去。生词。New words. 特别。讲。明白。锻炼。课文三，在休息室。Text 3. In the lounge.你怎么有点不高兴？我想请小黎吃饭，但是找不到好饭馆。那你请他听音乐会吧，他喜欢听音乐。音乐会人太多，买不到票。那去公园走走，聊聊天吧。公园太大，多累啊。生词。New words.音乐，公园，聊天儿。课文四，在客厅。Text 4. In the living room.